我看到他在比赛场上，他那份潇洒，就是。卢森堡的61岁乒乓选手倪夏莲在巴黎奥运的经典转身接波原地跳，连学友都有留意，还在日前的杭州演唱会度模仿。倪夏莲星期三见到之后就说好兴奋、好感动，想邀请对方来看自己比赛添啊！谢谢他对我的关注和认可，张学友也是我的偶像，他的那首《吻别》啊，让我百听不厌。我们都是60几岁的人，都是一样在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，也希望能够去看他的演唱会，我会很疯的。